咁啊，亦都系话俾大家知，我哋广东乐播新歌榜1999年度金曲颁奖典礼嘅所有金曲咧，同埋单项奖嘅颁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
新而拍摄的贺年歌曲。那么这首歌曲相当有广东特色，前半部分的快板呢是用广东话来演绎的。那么整首歌曲的主旋律呢用了广东音乐《平湖秋月》为素材，现代的作曲手法和精美的画面使整部作品更加丰实。最后将孤独的梦放下，因为